吧，你知道我操你吧，哇一下人家叫价都高了。你生意好不好？还好吧，喝茶，菊花茶，很好，谢谢。最近去云南了，是的，去了好长时间。你也倒大霉了，这么漂亮的东西切出来这样子的石头，应该说变化太大，真的太久了。没办法，握住其实它是转的，然后又打转回来。那么小的东西转来转去，对呀、啊，他就觉得很值钱。翡翠就这样子，只要你自己觉得值钱就好了，你不要管别人。这怎么办？给三万。你不三万了？这里好多白的耶！哇，这行情太好了。也是他公司给的。他们公司有钱嘛、啊？我们跟他怎么比？你是很低调。上次买了一整把，也是种这种好，很难卖，不知道怎么鬼，老是卖不出去，卖的都心烦了。我的卡就跟那个有一点点像，这个也挺好看的。不像，这个种没有那个好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也是缅甸的，它只是特色一点。一半白，一半那个，不要，我就不要。不要，这个人家要卖十几哦。哦，没有没有，给73000这一片。不要呢？它也是属于特色的那种外观。这怎么办？它是一坨一坨的。给25十色，这一头给25，三块吗？啊，单件的。我给25十色，如果是我，我要去买块石头来驮自己。这个裂的乱七八糟的，多少钱呢、啊？4万5。哇，什么哇？那时候切不出东西来的。面上没什么。哇，以后都不能带你出来看东西了。那稍微一点好的就哇，还好是老板娘，她不会坑我们。哇，你知道我敲你哇？哇一下，人家叫价都高了。都不敢松口了。它是水长而已嘛，来到这里好歹要买一下，有没有回头啊？这个。这个哈，你看它。它水长而已，我能去争取的。四万嘛，我平常看得到，我都会加的，看不到。来你这里，我挑来挑去都不知道买哪一件。感谢感谢，我知道你也在尽量挑。啊，那就45000一份算了，不要1000块钱让你为难。一份怎么卖？给人就完。我这可能要把身上的钱全部给你的。所以短的不用你做的话，你要做什么？首先先排除人物。谁说的？可以做人物吗？这里做的话，这一层要切掉的，留到下面的真华，外面那一层是麸皮。这边也可以做那种梳子吗？梳子？这个做梳子太奢侈了吧？什么梳子？给你的布娃娃梳头啊？我没有布娃娃，我从小不喜欢那个东西。你们女生不是都抱着布娃娃睡觉？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不喜欢。6万，那这个价是不是冲的有点高啊？这一件拿不了多少，主要靠那3件。感觉他冲的有点高了，给到这个价的就卖了，不要费劲。不行，你跟他谈嘛，他要是真的不行，那就2个字，不行。他不行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还有个感叹，你知道吗？很绿啊，可以成锡纸。算了，不买，不要拆人家的。啊，不行啊，现在皮色贵不贵啊？它这里都露白了，一丝一丝的。你干嘛手抖啊？你是不是酒喝多了手抖？没有，我哪里会抖？不信你镜头刚才说抖不抖？你是不是一个女孩子今天偷偷去喝酒？会吗？怎么样？难道这个也要像他那边一样要？你不用压在这里。这个已经很熟悉了，是吗？熟悉了。这个我之前是给过多少钱来的？我给过10000个，我脑子是不是有坑啊？没有。现在问他8000买不卖？8000。对呀、啊，问一下嘛。我跟你说，你能买我敢问，但是其他人我不敢问，回头太多了。我当时给12000嘛，我脑子是天哪。没有，但是应该行情好的时候。不可能没有理由给那么多钱的、啊，这个，哎呦，算了，这个我也看到有裂了。给个12000，我现在够赚，所以那个客户加不上，要就卖，不要就拉倒，反正主要是不太想买，我就是想要这里买点东西。感谢。你看吧，他这里最差的可能就是这一件的，你看这些，你把镜头搞下去都是绿油的，那这件是最差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股25万13。不行就算了嘛，反正也不是很想买。可以来一个绿蛋面。这个有裂要卖多少钱呢？22000不卖，因为它有裂，我不行，裂到里面来了，那就放弃。我们的石头就是这种皮筋的，它才有机会出这种底妆这么好，肉质这么细。现在肯定是要把它搞断，是哪里搞断它？那反正就是这个皮箱，它这条裂肯定是这样子、到这里来，你看敲不了，它又没有断过来。这里啊，你看它是这样子的，敲那个簪子敲，没有这种裂敲不出来。研究一下。就我你高手了，刚才跟你说这条裂是这样走的、啊，那边它是不一样的，要不然就从这里切一半。可以啊。